民进党说你不签是心虚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叫他去全部去看他们民进党谁喜欢签谁去签吧。市长昨天怎么认为对林以梦这么生气？你问我那个民防做什么军事训练？他题目都搞不清楚，他就在乱发言，都受不了这种人。他也不准备功课，他一看摆明就是来，难怪我都叫他要不要签那个绝不诈领助理会的保证书。昨天这个包含就是林以梦要求你要签这个不投降同意书，那今天早上永年会他们也办了一场，是不是说选举到了这个抗中保台才又出现？哎，我已经讲了，保台才是目的嘛，哈、哦。那如果有效的保卫台湾，这才是思考嘛。哦，那如果要有效保卫台湾，该做的事要做。民进党说你不签是心虚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叫他去全部去看他们民进党谁喜欢签谁去签吧。市长昨天怎么认为对林以梦这么生气？是这样的哦，议员还是有领国家的薪水嘛哦，你要监督市政、批评市政哦，要、啊、怎样哦？这个我们当然尊重嘛哦。但是哦，你问我那个民防做什么军事训练？他题目都搞不清楚，他、啊、就在乱发言，都受不了这种人。我觉得这样的哦，你有准备哦要来问，我们就。很严肃啊，就很认真地去处理市政，他、啊、也不准备功课啊，一看摆明就是来，啊、难怪我都叫他要不要签那个绝不诈领助理会的保证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人是这样的哦，对那种很认真的人，我们就认真以礼相待；那、啊、对那种打混贸易的，那我应该拿出我当台大当教授本色，我当场就 K 下去了。